你阿姐妹，现在是领袖主位个的时候，首先咱请通天周弟兄为咱宣读今一届正道诫问，然后请李宗教牧师为咱正道。李牧师今日爱正道的题目是“世俗处境当做基督徒”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主日要证道的经文是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七章第六节至第十九节。你从世上舍弃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命显明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舍弃我。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，如今他们在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。又确实在道，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了差了我来。我为他们恳求，不为世人恳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恳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，凡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到世上，他们却到世上。我往了哪里去？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命，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与他们同道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命，保守了他们。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得了那灭亡之子，无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。现在我往了哪里去？我回到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。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了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了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了用真理使他们成神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猜我到世上，我也怎样猜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顶顽固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这是基督的福音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诸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到这个无平安个世界，人实在是需要主个平安。我邀请咱诸位，咱着记得，是需要个咱个主亲近。咱个主亲近个时候，咱就有得着主里面个平安。现在这个冠状病毒已经使个全世界一亿六千万人受感染，有300多万人，因人丧失因个生命。那新加坡呢，有6万多人受这感染。那个睇到这个病毒，也缩小力非常强，破坏力也强，使到各国嘅经济受到真严重嘅打击。有千千万万个人，因人失业，因人过着真艰苦、无平安嘅生活。这个病毒我会变症。更是可怕，各国的政府因此想办法
来抵过这个病毒，便为的受感染的人，那个消化的潮流、甲吸收的潮流，也影响真大。这个吸收的潮流呢，也带有这个病毒，是另外一款的病毒，会影响伤害咱的心灵、甲健康的。另外是这个啊，乳房病哦，白痴病哦。当人发作的时候，那是那哎呀，拔枝，人人都拔咧，这阵人拔咧，那个拔无相干。这些个潮流呢，也会使到人身体个生命、个生活受感染。所以，人就现在生活里面，那个思想、那个行动，也受这个文化潮流个影响。人到社会上，就等过落叶。加了多些开水的配备哦，水波独流。传统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教导，对当代人来讲已经变化不了了。人当人就古俗的这样讲，好行不业，眼前亏。为了我穿，为了利益，总可以变通，转一个弯，曲一个心。不必祈求做难的原则，如果为了做难的原则，坚持做难的原则，是丧失生命，还是失望掉的，还是或者人就千万改换一个方式，向这个处境，向这个形式来妥协。其实，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，有好多多岁的事情，也让人出了差错。做唔对嘅事，比如人驶车嘅时候，人无遵守即个交通嘅规则，都冇停车灯，那停车都冇转弯嘅灯，那落去灯转弯，打黄灯、打偏位，更是普遍。不只是为着大重大嘅事，人来打偏位，或是两处芝麻嘅小事，人也打偏位。请咱来去改善一下，到过去这日子，咱打着在无切实的事、无诚实的事；到过去这礼拜，咱打着在无切实、无诚实的事。日常的生活里面，或者时候，咱应该打公道的话，咱无勇气打出来；是或者时候唔应该打的话，咱却冲口而出。应该做的事，咱无勇气，咱避开去做；无应该做的事，咱多去做。人自己关系，甲咱个利益息息相关。咱个行为，总甲咱个利益来挂钩。咱除了对咱有理解，对咱有平安个，咱就去做；对咱不理解，咱就会转弯。能做放弃家己原有嘅原则，还是先行嘅教导。如果能再从基督徒嘅生活、嘅信仰来推掉嘅，能应该读经、祈祷，能应该用那时间、甲那个财物来奉养。但是话是能受这个生活形式嘅压制，那个听到哎呀，钱未够用。时间也未够用，因此咱都基本信仰个生活上，咱个顺应这个潮流个压力，跟随咱个灵，咱个处变化，一人生活个样式。因此，在咱个信仰方面，咱就无变来动心啊，服侍这个耶稣基督，才来跟上这个。咱会知，咱应该要祈祷，咱应该读圣经，咱应该弘扬。但是，咱家己算算看，咱个学经、咱个渠道、咱个弘扬，金钱个弘扬、财力个弘扬、时间个弘扬，咱会不会达到咱应该五个标准呢？咱个社会，如来就跟世俗会，基督徒个世俗会是只能信徒被文化潮流个感染。生活的模式和非信徒没什么差异，意思就是
咱只来做礼拜，咱做基督徒，礼拜日来做礼拜。但是咱其他生活其他方面呢，咱甲非信徒无什么差别。咱个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傲道德个时代，就是到当现在这个时代呢，人们已经无再注意这个道德个标准了。欧美个发达国家，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，开始这个性革命，让人男女无较分开，大人老囝，因人到性个婚姻生活方面，因人放纵家己，所以人睇到婚姻个家庭个制度受这个大真严重个影响，生子有离婚、单个不婚、单生乱。日出好病，刚才的话，再跟我谈这个啊，这个两中国的粮食战吗？这个国际好出名个粮食战吗？叫做非信不教，是这个男人的啊，这个相亲个啊粮食战吗？我到同一只战吗个时候就来着，中国人只要小人喝醉，到这个知识。另一方面已经非常衰竭，伊两个生活方式呢也慢慢离开原来道德理论、道德个伦理，做来做唔。伊两到交友的时候、做朋友的时候，已经过单个个生活，这个是过去所无个，所以佮无遐普遍个，但是最终呢已经变到一个普遍个社会现象。那个社会已经进入高度科技和消费的时代，那个就想说话如来如依赖科技和这个消费，也就是拿如来如受这个科技和手机、电脑的支配，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为人生活内部不可缺少的物件。大家都会知手机这种不能这方便了，但无论去啊什么地方，无论哪个亲戚朋友离哪就远，人都能够到手机上随时跟他打话，甚至能够通电话跟人交谈。手机是他不能方便，但是也改变人之中的生活方式跟人际的关系。最近这个朋友一家一家的视频讲话，那不是等到一家人父母跟老人家死人到吃饭的时候，床顶呢，你摆只个物件，每一个人个手呢，拿一个手机，各人都同伊家己个手机。这时候个食饭，个人一做，一个人做有食袂没有了，人看到哎，这种家庭个关系、家庭个生活已经变了样了。手机唔多帮人方便，改变人个方式，也成做诈骗。企业该手段，或者人都用着手机个话，搞小诈骗，损失真系钱财；又或者人呢，啊，都用着这手机个信息，也能受极大个欺负。那个新加坡有专家，新疆个居民占人口有80%，但是新加坡人呢，生活时候也是40岁的，我还讲人大下新加坡人虽然有少数人80%的人有宗教信仰，但是这个社会是非常40岁的社会。人面对其他信仰宗教的革命，人对人基督徒，但早有打过，人信徒如果只是到礼拜日去做礼拜，人到其他信仰社会方面，甲别人无朋友。这些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概念？那时候也是变成慢慢世俗化了。我举个例子给大家来思想，那基督新加坡基督徒也在好几方面也跟世俗的人没什么差别。那台湾信徒的离婚的情形，十年在这个2019年的人口普查，基督徒离婚率到人口来比是占3.3%，这些个比率呢，比佛教徒、比道教徒还高。
道教徒教、佛教徒教，你讲都无比人基督徒贵。咱三点三呢，是比佛教个四点三、个天主教三点五贵滴个。但是三点三呢，是创新加坡咱个利用率个平均。所以意思就是新加坡基督徒甲一般咱个离婚率并没有，咱无因为咱有信耶稣，有主做咱个主，咱个家庭快乐，咱婚姻来变快乐。配起一件，像早我那个叫拔枝，拔枝是新加坡咱这个真普遍个活动，基督徒拔也无拔，十五年左右。这个小会青年部，伊人做这个跳车，跳车本来退掉，道教徒70%个人，不，佛教徒呢70%，无宗教人呢60%，基督教呢55%，意思是大会的时候，一半基督徒，不，比起基督教。很多教只有34%，而回教徒呢只有13%，所以咱基督徒比很多教徒、比回教徒拔枝嘅，就比你贵嘅最紧在。十年在自康11年，情形有好转了。道教徒拔枝嘅65%，回教徒63%，无宗教嘅56%，但是基督徒呢？好，40%，意思是拿一百个基督徒来拜，有40%拜。比起这个印度教徒呢，19%；日回教徒呢，只有6%。所以不能太多。这个回教徒因人受因人的宗教信仰该听到，比那基督徒来更就更好。再推开一件。新加坡基督徒快乐个未快乐？能做基督徒有喜乐无？这个跳车咁样打，无宗教信仰咁样，因个风俗是70亿，欢喜个听到，喜乐个听到70亿，佛教徒呢76，佛教徒呢86，基督徒呢80亿，意思就是打。人基督徒比回教徒的快乐程度还输的人，人跟印度教徒的快乐程度差不多平平样，不能退掉。人新加坡人的基督徒，人的家庭生活，人的快乐程度无比白人好，只能其他方面的大家都会知道。人的生活里面，人是是好有跟随，人主要所给他的教。今这个圣经，约翰福音的17章，可能大家当年那个主要所基督，对于离开这个世界之尊，伊特别为了伊的门徒来祈祷，因为那个主要所基督伊会知。蒙托爱到这个世俗的社会来生活，就世俗的世界来生活，挑战、艰苦、艰罪。所以主要说基督特别到百姓的面前来为着信徒来祈祷。一再打蒙托爱面对这个因为人、敌死人的世界，爱到这个世界个。跟随基督，实在是不一个人事。人去上个礼拜17章、14章嘅答，主要说基督，这些基督答，我会将那个导师给人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。假如啊不属这个世界没有，那个主要说基督，可能大家清清楚，那个主要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。是世界所仇恨的，世界无欢迎的。伊来到家己的地方，家己的地方，佫顶多无接待伊。这是人当年啊，最后所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的情形。人基督徒呢，如果能活像基督，能
紧紧来跟随基督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也让这个世界无欢喜。世界会本来有敌意的，这种人可能人无感觉，咱人做基督徒，人袂啊讨厌人，人无敌死人敌对人。所以呢，是不是因为人已经改人无什么各样了，无什么无相当了，都改人变变样？人信徒甲非信徒无变样的点，只是呾人六百斤。来礼拜天做礼拜，但是其他的生活的样式，能改能无什么差别。既然是这些，就变成当老人了，因人就也无理由来讨厌人，来厌弃人。但是耶稣基督当年真系祈祷他，伊无求天父上帝叫人离开这个世界。其实人信徒应该活到这个世界里面，信徒不是活到礼拜天来拜的。信徒应该活到咱个出边灵友同工，活到咱个社会同工。如果咱活到咱个社会同工，咱爱做尼哦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个样式呢？咱个做尼哦，能够脱离这个恶者个试探个诱惑呢？耶稣基督对十七章、十七章讲到：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那个道就是真理。主耶稣基督。祈求天父上帝，用信上帝的道，不能成圣。成圣意思呢，能动工的声惊上来做，这个能力，应着能遵守上帝的道，能依靠那个主，能有些领导那个黎明，那个直线的生活，就如来如跟清朝那个主要所基督，那主要所基督可能打。人应该往窗请求那个提拔往窗边哦，这个是这个圣上的规条。人信徒唔单是爱地球俩，人到地球之后，人还慢慢来追求圣上的生活。那个真的能够圣上生活呢？圣经讲的，人要用上帝的道，只有上帝的道能够使人圣上。所以底下这位，人信徒的生活不是从天灯就开始的，是应该从地上开始，从人的出生的家庭，从人的厝边邻舍，从人读书的地方，从人工作的地方。但是所有这些地方呢，处处都试探和诱惑。当年呢，主耶稣基督一出来工作时阵，一到旷野个受这个撒旦个试探，那个主宗你要胜过撒旦个试探呢？那个主宗是用上帝个道，用上帝个话语来抵挡，来胜过撒旦个试探。注意底下这位，那这种可能那个世界爱来。二皇这个光转变得，全世界的政府，包括人新加坡政府，都按人民慢慢来种这个啊疫苗。如果能有种这个疫苗的道，人就能够抵过这个感染，得控制感染。人信徒爱做你抵过这个吸收潮流。这方面的美德的影响，那应该用主的道，只有主的道能够帮助人，只有人家主想想亲近，才能够人得到无受的得到保护。人新加坡教会这几年来，人教会增长真有好的成绩，那教会的人力和美力的资源方面也非常丰富。人教会因此得非常自豪，但是人的教会，人的信徒能够达到基督所期待、所期待的标准啊！我问大家，人这种人的生命、人的生活，亲像人的主，亲像就在，人爱有怎样效法人的主耶稣基督？世俗的潮流和力量是非常巨大的。
也是人常常用过忽略的，因为人是到不知不觉之间就随波逐流。逐流不单是有感情力之外，还有一个真大个压力。可别人，哎呀，人徛大，人即种个厝来摆个，人个厝边邻友，人个亲戚朋友，人都压力咯。佮就跟做大个厝咯，从三百尺挂到四百尺、五百尺，从五百尺挂到四千个公屋，从这个四千个公屋挂到有地个地方个，驶汽车，并摩托赛车，驶房车、驶高房车、换大个房车。潮流有压力啊！我捌听到即个七十老家人到，过来老家到闹话的时候，老家家己压力，即个老家甲伊个朋友打，话甲伊话爸爷妈，你不呢？爱叫人去一半个，去一头，去离家，叫即个人打。哦，我阿爸母亲，你不的时候，爱叫去澳洲啊，小美国啊，一头，有一方出色个竞赛。这些竞赛呢，帮老教压力，也帮这个大人有这种压力。因此，那段时候，咱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为着家己的名声、名字，或者人让做，到咱信仰的方面让做妥协，咱信仰方面让做放松，咱再无甲过去背后来遵守圣经内边的道理。很早我提起这些的，这压力会推逼人去跟随潮流。当人没在这个生活里面，人耳所听的、目所看的，亲像人头盔乌漆白啊，人都不知不觉就受感染了。因人全个世界，人周围人都是这些样子。光转白搭，化害轻罪，空罪严重。全世界人都期望能够执政这个目标来抵御这个感染，让信徒爱做呢抵御世俗的感染呢。主要说基督到圣经里边的六十章讲到，你从死叫死不活的人，我会将你的命享命不为人，因人不是乐改，你也将因人死不活死给我。那主要说给讲到。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，如今他们在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都是从你那里来的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。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？但伊到百姓的灵领受这道，领受这道之后，也赐给人，让所相信的人。主答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。这种我甲问大家，主把这道赐给人，人有领受了无？人领受了就做呢？如果人无读圣经，人就无领受了；如果人无参加敬拜、无听道，人就无领受了。但是人读圣经读就做，人听道听就做。那领受就做呢？如果人无读圣经读未够，人听到未够，人所明白个未够，人爱做呢能够抵御这个潮流、世俗潮流个影响。因此，注意底下这位，让人或者人再次谦卑来到人个主要所给的个面前，人实实在在应该。时常甲主亲近，我但呢应该时常甲那个主耶稣基督亲近，时常听伊个话，接着读经，接着祈祷，接着唔单是组织个敬拜，组织个崇拜，能平时个团契个生活，能平时个学道个生活，不能到主个圣道方面，能如今有基础，如今能够清楚来明。石头的牧师这样的，人有上帝的道，主有上帝的灵力。如果人能够领受这根在上帝的道到人的里面，人就能够得到灵力。
四篇第一篇第一章，这些答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玩人的作为，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咩事上，这人便为有福。那个阵的做这个有福的人呢？爱做你看过这个世俗潮流的影响，不良的影响呢？爱做你不受这个气场诱惑呢？最以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咩事上？那应该把耶和华的道、耶和华的律法放到那个心来背过。因此，人一咩能够思想，把这个话语放到那个生命里面，放到那个心里面的时候，人就能够过这个活的生活，快乐的生活。人快乐，那家庭就快乐，那个亲戚朋友也快乐。这个是人信徒上好的境界。求主帮助人，每一个人。人做不来祈祷，感谢天父上帝，将主的话语来赐予我们，不再是借着主等你为着门徒来祈祷，不再是得到提醒，也得到教导，我应该用主的话语来使到我的生命得到力量，能够刚强起来，能够。胜过这个世界的试探和诱惑，不能够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信心无限，求你加添我们信心，也不能愿意时常给你亲近。我们这些祈祷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